好，我是蓝鲸。庆祝我们装修即将接近尾声，就是该订的东西也都订的七七八八了。今天准备做点好吃的，犒劳犒劳自己。走着。开吃开吃，今天搞了三菜一汤一主食。哎呀，太久没有吃蔬菜了，得补充点维生素。这维生素啥？维生素 D 吗？补了就完了。哇，这馒头干，烤馒头就跟外面卖的似的。如果有的人愿意吃孜然啊，或者是那些辣椒粉啥的，可以撒上去。嗯，外酥里嫩，太好吃了！解锁馒头新吃法。嗯、要多吃菜，拌了个拉皮儿。以前每次去饭店吃饭，我都会必点一个东北大拉皮儿。今天自己做了，需要勺子。啊，我给你拿一个。嗯，你把我用的拿过来行吗？你这个。呵呵。没有疙瘩汤，汤有点少啊。嗯，咱俩现在是装修钉子户。死活结不了呗，装不完了。好容易看着曙光了，然后得回去准备结婚的事儿。嗯，好饿。嗯，那个葫芦炒的也好吃。嗯，真的烤馒头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用这个空气炸锅了。嗯，比之前那个好用多，上色快。啊，你一分价钱一分货啊，这个。嗯。